心有一点灵性，咱是顺了现世的灵。我以清净这点灵气，是咱源头这个灵界，现伫咱这个顺头的心性。无形伊是要让咱团，我爱是以心为主持，这是咱整个的原性，转咱清净顺波流，是咱这条清甲源头样，我走这呢顺的理咧团，真愿应来现世情。以咱元天的气神，我爱顺了母娘意，恢复清界。咱即马即个心神是有稳定即条灵气，在世间咱咧讲的是通神，恢复本性。这是咱来讲到灵性，你才有遮尼啊清净。的原心，这是无形的法界。你再来讲显明，咱这个心开，是我以清界这条灵性，即马我就要做主啊！是咱照着无缘一点的稳的灵性，咱爱兑现，咱有。这么清楚的心性，要让咱转回咱的天庭，灵魂有这么顺的理，亲像咱元天母性，转理来到先天神，真理的本性，是咱有这条元神出现，咱爱是得通这点灵性。来到先天，咱的本事，真法现咱的灵气，爱咱兑现顺母啊的心灵，有咱这呢顺的天界，我才有这呢稳心来啊，是咱这条清澈的灵气，我只有显露我这个心神。真理有咱无缘，现咱转有咱的精神啊！天有这呢稳的灵气，我爱传的是上天的味。天元自在应罗性，接回无形这条心，是咱转来清净的家，这是咱的源头无异。定咱在世间，这个心归元。你有一条清澈的灵性，对咱天公显得清。灵魂是这呢啊顺意，咱爱是净无形这条元神。尽管本性是现世观，转咱出家是心意，天元开灵性五性。爱咱转来清净，这点有稳的灵气，咱爱行做伙的心理。你有这呢顺头的灵性，咱再来讲回母清净，真愿的灵气，归咱上苍的心理，咱有元天母性。你走这条清净，咱的本性是咱原始这条灵魂。我爱顺当爱一条心，拢是安住这条灵性，咱再来兑现无形的本性呐。真愿天意是五灵，爱咱出家显性，无形自在的灵气。咱爱走向清净这条本性，天元落来真灵气，
贯穿道化世间理，灵源灵性归天元，无娘在世显明，一点灵气落性，传咱清家顺灵，无形安住天元内，道灵气中正神，这是灵魂的天界，接咱清净自在，合咱一条灵源的灵气，出家咱的现场顺利啊，是咱接回这个天性，是咱搁讲出家现场。我有路灵这条灵性，安住我即马这个心安定，这是照于咱的天元，个人修养咱的本性，恢复天元这条灵魂。即马我咧讲的，就是顺咱的母性，接咱现主席的话句，一句一句，你爱听尾啊，一句。所以讲，你慢慢听，你就知影讲母牛伊咧教咱，是一层一层的，一言一言的。咱即马咧讲母牛，伊要讲话啊。真理是天元来，慧能是正神在。度咱清净这点灵，爱咱出家现世。这个现世就是要我讲话，我这条灵要报告。真法本意定无心，传咱道家正理，现咱顺着母娘去，我爱顺着青天。即马我报告了，这个灵又得阁扭起源头啊，母娘要阁讲话啊。你爱听尾下即句，这是招接，是咱原来这个灵气，是咱行正这个心理，咱爱恢复天性。哦，这母娘伊要讲啊，天元顺来应天理，大道应空顺天意，无形显化咱的灵性，悟出在世咱的心情。即马就要扭我内底即尊神咧讲啊，真理是天元神，爱咱传来无形清，是咱元素即点气来讲清净咱的天。今仔日这个天就是要开破，咱即马伫咧听的这无形阿公啦、阿嬷啦、阿祖啦、阿叔啦，这祖先无身躯遮。要讲我才听，是咱爱归元这个命，咱再来讲顺家，咱的灵气转过着回灵，咱的顺利应咱天元这点性，爱咱转的会精，这就是安达这个祖先。你直接听经了，你爱慢慢去复习，啊，哥哥爱遵守着母娘的话。你甲看，安是毋是咧讲我即个无形的听？你会听出即个味、即个意思，你才知影讲母牛即个力量。你若袂晓听咱即个诗句，你就无法度讲咱现主持的话。我常咧讲通灵三不定，就是伫遮，你变袂过来，毋是用咱平常时即个脑的意识咧讲的，这是先天的接线，有诶讲叫做天线，有诶做讲咱即个金线。有诶讲啦，咱即卖讲，这个心诶光，伊直使遮尔自在一条路，是咱行回这个天界，是咱倒转现在，咱才有一条清澈诶灵性，要来讲开发这个天顶。这个无娘要讲啊，献咱一条清天诶心，咱再来讲以神为主。传咱道家正法界，献咱顺母通神。今仔日就是我即马，这条灵有这个神，伊的意思，伊的气味，我要将着我这个心，甲放开，是咱回到这个天界，传入咱即马这个心内底。我有愿天这个真意，大母传开我的心理，显灵普化咱的灵性。教化我家己心情，
即马我要用上界世俗的，就是咱即马普通时咧讲的话句，安尼来对着咱现世时这个人，甲咱即马这个祖先，会当甲我来合一个心，合一条路。这是咱无形的灵气，转过着咱心内这个本性，合作伙，则是咱的天界，行出着这个天空，则是咱的自在。无形伊要定一条，所有的案啊，你只要心，莫乌白心乌白转，这只有向着咱虚空这条神，你安住一条，啊，这才是咱灵魂的灵性。这世人，咱心上界歹解，江山可移，性歹解，无牛要解你这条心性，所以讲伊是真济本钱啦。所以讲，母牛伊是达达，要让你这个心会清，不要你搁直接多结结生麻烦。真元顺来定如性，恢复天理转一静，合作伙则是咱的灵气。母牛要甲你开开你现主时这个心，这座门啊，不要你有咱现主时再落去甲你砍的。啊！你无法度看到家己嘛？落去看的就你是干那看到这模模糊糊这嘛？所以讲，咱要讲的是真理的灵性。在黎明中，天要光啊，万万个你更加光，光到你即马什么拢看有看足远，看足宽，看甲真亮真亮真大真大，搁转倒转来你现主时会知。咱所有道德经咧讲的，你看甲。足远的时阵，阿母啊，你自然生这个生这个圆球，你会搁倒转去你这个原位。是咱今仔要讲灵魂这点灵气啦，做人咱的趣味啦，咱爱是归元这个天性，修持唔是要直接蹲直接吸的，迄艰苦啦。你这种味。是真正到尾会臭味大去啦，会走味啦。咱莫讲茶加啡啦，走味你即马即个心的芳味啦，是咱顺着这点灵气，献咱一条通天的心，是咱顺加这个灵气，深深学着无相，爱咱转的是天神。在世间呐、啊，你就有这股气的力啊！今咱行入来是心理，这是咱要传的灵性啦、啊。靠近先天这尊神呐、啊，是咱恢复天元的灵性，爱咱转的直达。今日我无爱歪过起喘，啊，我嘛无爱过休站啊，迄拢是假。纸上谈兵啊，哦，啊！你干那直接空吹布机啊，拢无阿多见光，就干那亲像下狗羊啊，食草皮唔知阿真理，干那亲像下狗和尚乞食，啊唔知咱只卖讲爱乞法，未晓去行功立德啦。啊！你无这个德行，你哪有这种咱的福德性呢？这粒果呢？是咱即马知影讲，这条灵性，咱活嘞啊，就是要将着母牛伊的圣意啊，这太珍贵嘞！一点一滴，我都要讲给伊明人啊。安尼咧听，咱才知影讲，原来这个道理啊，这个真相啊，是讲会开的，讲会出来，唔是下教的讲袂出来，用比的，用唱的，用话的。迄毋是真道啦，所以讲，咱要讲的是青天的灵气。既然望袂到，看袂到，还佫讲袂完全。母娘为我20多年前就叫我讲啊，讲到即马，我只有知影淡薄一部分尔。啊，你甲看这个道有深奥无？所以讲，我即马就是一直要讲，讲到这个道。较完全嘞，
较正确的，啊，这就是我的心爱真虔诚啊，哦，爱真实在啊。真理显来是灵气，转咱清净是顺理。有真侪人拢咧讲这字内底的这字目的意思。我即马老教阿良是咧讲我这个心内底的法门啊，佛来讲叫做定心法。咱道会讲你这个心足清咧，你才会当看对方这个客观。对方徛伫遐，佮向咱内底这个主观、主客啊，心内外你欠袂掉，毋是顾一面的尔尔。这是咱知影讲，这个道啊，甲德，道是伫内底啊，德是去做出来啊，道是体啊，德是用啊，你的善用去做代志出来啊。这是咱一每一本经，伊就是安尼讲啦。啊，无咱道话袂讲，你爱用正气神、生甲灵、水火风、三三得救，各有三个部门嘛。啊，你三个三三是毋是得救？你这个正，你嘛爱生甲灵；正，你嘛爱水火风；气，你嘛爱生甲灵；气，你嘛爱水火风。神你嘛爱生甲灵，神你嘛爱水火风，安尼三三是毋是得救？这是咱正哩清楚啊啦。啊，如果你来用数甲拆开，啊，这就是实在啊。啊，这就是你会晓处，会晓用未？差是差这个面甲一点点啊。咱若只去哦，这个渐渐拄着哦，是毋是差事啊？只啊，若伫个要内底，是毋是足痛？判甲你定着是毋是足痛？迄就是面甲甲你触着啦，甲你沾着啦。即马咱真侪疫情，你有看的嘛？全国性拢在注射，啊有诶惊迄个沾有无？啊未住落，伊就扑出来等哀哀叫有无？迄、那个恐惧感啦，迄就是甲顶世人拢有关系啦。哦，去互伊射有无？甲你注甲你真正会惊咧着啦。安尼迷茫的啦，是咱一条清净的天，咱再来讲顺家最好的神，无形的法性，啊，你行的是清清楚楚的脑筋，我爱是在世的灵性，要打破着咱即马这个迷茫甲猜疑，是咱要去掉迷信，迷迷糊糊我抹。这个信我就是爱正信，正信就我的古语甲老实，真心话铺伫遮。是咱顺着这条良心，是咱安住现住时的心，安尼才袂乌白讲话啊。这是直通咱先天的道理，播落来、留落来，掀开推广，咱现住时这良心做基。这才是咱真正要讲的道理，音传音声，要互咱的天地人，人就代表万事万物万象。这就是咱要讲的现主时的身份，是咱爱以清净来到位。一世人嘛，好不容易，你会当有这个身躯来讲出着你即马这个力量的大。啊！你唔做，要等到当时呢？你会当直接听母娘啊咧，甲你教，教你这个心境，要起哦水水，要哦有一挂即个辉煌的光线、金砖啊、银汤，啊！你这间心境唔够，啊！你搁起要去倒位啊起庙啊？是咱爱，是家己这本经，咱要哦家己大。啊，要来请某娘来遮坐位，这才是咱家己啊。释迦佛祖无讲，伊若过往五百年有无，大家拢会当成佛、成佛做菩萨。五百年后，一半起庙，一半会当成道呢。
千多年以后，大家拢要过起宫尔尔，起外口的宫哦，迄是缘分啦，带有使命你才来做啦。啊，你若要修你这条龙倒转来，相信爱顾家己啦，你心内底这根宫底啦，啊，这就是咱即马讲姚地宫啊，无你要去带找。上苍的灵性，现咱转的是天命啊！如何娘娘连招补天，就是咧补你这粒心的不足啦。啊，外口的道理是满山平，讲来讲去啊，啊嘛是咧医你这心病啦，医你这心的无健康啦，老空就对啦，路未平啦。弥勒佛尊嘛是咧讲你的心啊。白羊期，你的心要翻白倒转来啊！归依的归依无，就翻白啊！是咱这条清净的天意。咱常来讲阿弥尼巴弥吽，哦，比南无阿弥陀佛啦，南无释迦佛祖啦，力量较大。六字金言，就是咱只嘛讲佛的，佛的是念咒啊，啊，这是六字。好嘞，伊个源头啊，所有道理就是伫遮啊。南无阿弥尼巴弥吽，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啦。所以讲唔免好奇啦，你要念，你嘛会当讲念我家己，会当好好啊修持，做好今生今世，我心会当徛伫遮，安尼嘛是甲观音菩萨同款啦。是咱这条现主持的灵性，你用的程度啦，你用的心情啦，啊，这个心才有力。道福啊，佛咒啊，尽在咱这个心啦。你发射这种清净的力啦，啊，你唔再烧痛，无清净，你咪烧痛。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母娘啊，爱你讲的是清净理嘛，真源天意顺道性，爱咱转来显一净，咱有一点灵魂的灵性，咱再来讲悟出现代的灵魂。你只要讲每日，若讲到天，讲到母娘，母娘虽爱伫遮，一出问题嘛，要问咱嘛。啊，这就是母娘咧，甲咱教，咧甲咱培养啊！啊，每一句，你就是拢爱接着咱每字伊个意思啊。天缘顺来应无异，恢复清净顺利。有咱一点灵清，塞入来咱一点气，这是咱掀开咱个线路嘛，直达咱要行个。正法正理嘛，啊，这是通灵的法界啊。咱才有这个心自在啊，法界就是要倒转个本性啊。所以讲，你要照着这个脉语来听有无？阿妈你咧讲啊，你才会当顺这个电波嘛。今仔咱就是遵循有无？这个触地，就是顺咱即马这个周圆，这个顺序啦。零就是空空，生一，一则有两，两则有三，来则有四，来则有五方，来则有六合，来则有七情，来则有八卦，来则有九重天。搁倒转来原点，这个零，这就是咱咧讲的天干的周期性嘛。啊，咱即卖咧讲就是顺安尼行。咱的三合盘啊，天人地啊，天地人啊，是顺着这点灵气，爱咱来讲着道化咱的天命。讲道理，你家己都不知道，你都不明处，你都唔知这个物件，你都唔知内底这个内容，你要听甲安怎讲噶？咱即马大家会当讲，你咧讲啥无？是咱心清清楚楚，你知影心内底这个意思，啊，这个虚空，这个心明，伊才有这个力量啊，伊才会当直接甲咱带，搁向前进啊。
啊，无大家嘛拢停留伫遮，电波的关系嘛，资讯的关系嘛，你的境界问题嘛，你的时空，你这个心境有转到遮无？迄就是大环境啊。今仔要行，唔是这个心的小环境呢，唔是限调的呢，你现主持这个，你的意内底念念呢，这是咱清净的天性，要转咱的心灵，互伊顺啊。是咱徛回正法的灵性，今日要知影这个电波无形，伊要甲咱有形，会当关联，会当合作伙。啊，这就是咱即马即世人，你修有够崩啊！你这个人也无够无，你的崩数都无够啊！现咱一条正法心，传咱道家现世行，转咱一点。气通神，这是咱无形。无形就是无这个形象，无现主持，这个目睭、鼻啊、嘴，啊，甲你即摆咧讲的身躯，因为伊是气尔尔，啊气伊都是伫遮清悠悠，伊都无法度来结作。咱即摆讲水蒸气，伊迄个气就是清的，伊嘛无水蒸气，互你看。嘛无固体予你看，嘛无液体予你看，是咱原来迄个真气是清悠悠啊。这就是咱要找源啊，咱要有母娘啊，这个源精。啊，你才有这个源气，生咱的源神，你才有原来甲母娘相共这粒精子。这就是咱通灵的天性。你净有够，完完全全拢无走正气，无走味的，是咱一条清楚的灵性。世间要搁再复活，因咱咧定个倒逆转来嘛。这就是咱今嘛要学习，咱以后的道用生，这才是咱今嘛讲如来。阿母啊，咱要倒转去这条灵如此归位。是咱顺着这点灵气，咱爱是讲着本来这个真如，如是而闻啦。啊，咱尊者伊所有的册拢伊看的，如是而闻，亲像世尊，伊话咧咧讲道理，这个道理我有听过，就是亲像安尼，安尼才会当做佛种啦，佛法嘛。这就是咱讲的灵性。今日我嘛是咧模拟，阿母也要我讲的，啊，我尽量讲予伊切入来。见到，见到就是亲像咱即马讲，你有阿罗汉，吼，啊，你有咱即马这个神啊，啊，你才有现主是的辟支佛，哦，啊，咱现主是的因果，现主是的下生，这就是咱要讲出着无的气味啦。现主是你的心意，找到咱今嘛，这个能量场啊，你真温和，你真温文温顺，是咱恢复天元这点灵气。修行就是咱这个心理，要有这么啊温暖的电波，无你予咱这条灵性，使咱的心安静，安尼才会当办一切的代志呀。你才会当知影，这个原来无生有的啊，这种智慧啊，这种道义啊，道义就是道理啊。天元是灵天来，道灵是气神在，咱离未开到即马这个神，这个神是咱的气天啊，太极有无？落来这个气天啊，是咱人去做神的啦，这神啊。王爷讲妈祖保千岁哦，这是咱转灵天法的本意。这伊嘛要倒转来，咱现主持的太极归原来先天一气呀。你唔能讲，哎呦，这妈祖保王爷讲无，封祖真济迄个好名，有封地甲封的，迄也是搁在世嘛。你做无好，也是还搁落来轮回嘛。啊，遮有正气的有无？
有摆品的遐有无？有受封的遮个啊！今日你封地封的，是伫咱在世间咧活动的；今日天公封的，就是超过咱现主持六道啊！爬起来，这个虚空界啊！咱爱是这种封名啦，啊，毋知即马每一个宫廷有无？拢嘛照着这个蟠桃会有无？咧封官加赏有无？你这条龙甲你封甲，你现主持会当了脱着咱即马这个凡来入圣这个境界啊！是咱以清净这点灵气，爱咱顺甲这条心，今有封着无？你家己讲的话无？会当顺着这个大公道无？真理，安尼来采决的啦。是咱这条清净的天，我再来讲入定凡世间的心，上苍伊的灵性，爱我转入来这么清净。这是咱对着现在，因为我爱是正法的神，来带我这条灵有光。这是咱天元的线路。你要讲到无形这种灵性，发射到你的心的作用。今仔咱讲的是心法，你定的这个真元的来路，就是咱即马讲正面的能量，这个气场，咱现主持的发展，这才是咱讲的天元灵气，爱咱转的顺驾入神。这是咱顺着正理的天元，咱爱顺驾这条灵性，献伫咱的心的层次。今仔日你会当讲甲真悬未？你的脑神有清甲遮，这个水准无？你所有接的电波，你这个脑神会知影无？啊，这才是咱在世间要爱，咱回到母娘，这个元神元形啊！真理显来是顺路性，爱咱转的是虚空的心。我爱找出着正法，现伫咱当场这条灵性，是咱看回先天这点气，咱才有元天母娘的心，现咱一条灵气，转咱落架是天，爱咱行做伙则是灵性。一个动机啦，一条灵魂要做机啦。这条灵落来，你敢有看到？只是予你这个身躯早伫遐转动尔尔。安怎讲？要照着你这个心有无？伫遐生，啊，这个神有个空间，再入来着你这个脑中心，啊，你再慢慢伫遐串，哦，伫遐灵动有无？你再运落来，运落来，你再当照着电波，哦。要来公办，哦，要来做到现主持这个神，以公正来伫遐问事。啊，我讲安尼就上清楚啊。当机就是较少年的，十七八岁啊，啊是讲二十外岁、三十外岁。啊，你若学起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你才阁做当机。啊，无当机是少年的咧学学的，咱灵机。就是为囡仔，为中年的，为较济岁的，你拢会当修持，你拢会当做灵机，代表天地咧讲话啦。啊，你着知影讲，同就是同族，就是同人，真少岁，你也无受到社会污染，啊，你来做机有无？则是先天会当利用着你这個童真。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啦，有诶讲爱抄五宝，毋免抄五宝，迄是有诶个人啦、啊。你若抄白身诶有无？心无我有无？伊嘛咧抄啊，迄袂当标准啦。是咱直通这个灵气转过着顺驾这个天理，抄五宝，你若白身诶着心无我，爱顶气票，爱迄个红包，这个意义尔尔啦。是咱一点天元的灵性，爱咱转的元神呐、啊，
是咱主宰这个灵性，是咱显露无形的安静。这无什么好奇啦，只有顺你现主是这个心，你这么光来给你找路，啊，这就是现主是咱的主，你看会清楚，这条线路要叫咱倒转去，咱一定爱安尼训练，有这个过程，你这个心才会屈服。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啦，要甲你讲甲这么清楚啦。这是咱道家的灵性，受到正法之心，天元顺来应天道，无形道家正天性。咱有这条清楚的灵性，悟出着在世间咱的天灵，是咱一点清净的天界。咱再来讲顺法，这个神是咱这条清楚的灵性，爱咱转的会安定。咱再来回到无形这个天意，咱才有这条元天的灵机。天元有主正法界，现咱传达现代。我有一条清净的天理，无形有老母这条灵性。今仔咱有这个灵的功能，完完全全拢是这个清这个清气来诞生。我才有无形这条灵性来讲出着我这个心情，是咱恢复正理的道源。咱再来打通咱的脑源，咱才有这条灵天的灵气。今仔咱要讲的是清咱家己，你这个脑神。几元啊，你有作用，啊无你伫遐结几元无效啦。是咱用着这点灵气，爱咱恢复清净的心，这是咱顺着无形这条灵性，现甲咱这么顺的天神，灵源归来现世应，转咱出家心道静，有咱一条正天的灵气，咱再来徛出。现之时，青天有路是灵性，转咱来到是天命。我有一条清澈的灵性，再来讲显露有稳的天神，灵魂伊的本性出在咱即马这个清净，咱才有原体这个无性来到咱这个心中，恢复一条正法界。现咱清净顺无疑啊，拢是这粒源头在予咱靠。咱才有现主是心的主人主体，这是咱定法，咱的灵性修持啊，啊咱这粒心的根本。咱爱是相通这个灵源，无爱咱归，今咱只有这个心念念。在世间的心，你用有够无？你做有出来无？现主是你定一条未？未歪过起错未？这是咱咧讲的灵性，咱爱是顺家，这个天性，这点元天，这条灵性，只有来讲显露咱的天性，灵源有主定咱性，开源转咱。现世灵有咱一条正法的灵气，现咱顺家清天无形伊的灵性，只有显露咱的天神，咱有一点清净的源头。无啊，有这么稳的灵性，咱再来讲回到清净，咱有一条灵源的灵气，再来讲顺家这么啊清，这是咱。灵源的本性，合作会才是这么清净。这是顺着咱的灵气，射出着无缘这条天。我爱是得通这点灵性，心空啊，这尊神。安尼咱再开阔，你心哪有直接甲入掉咧？哪有先你做一个准备有无？你心未空嘛？因为伊会甲你阻挡嘛，会甲你干扰嘛。今日讲道法，
伊是无变无济个啊！啊，你这个心教甲固定伫遮，伊就甲咱塞牢，你通袂出去啦。是咱这点灵源的灵气，爱咱锁会掉。你怎样这个心法？今仔我讲的是用心来照着先天这种法道法界，啊，这才是咱通甲原来老母的性质啦。这是咱原来的灵性，天公伯啊，伊的本性，真理显来定天道，教化顺了正天神，无形无出天灵来，带上天元正神，灵元有路青天开，道灵见元正神，这是咱无形的灵性。天公啊，顺着这条神，降伫你即马这个心的重要，是咱恢复天元这点气，咱个人这个心清净，顺着这条能量，顺着咱即马这个气息，转伫咱即马现会开会光，这才是咱顺着这个天的大，不应该只有用天公来表示。这个天是公道的，伊绝对无输偏的，无输你的。是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啦，母娘甲你看，搁甲你安慰，搁甲你鼓励。今仔日你有受到正统的，甲你经过，甲你检查过，这就是咱顺着天性。你知影无形界伊个通灵性质方式，安尼你才会当行咱现主时个通神，照着法界这点灵气，咱才有完整呐归咱个心。咱也是顺着这条灵性，恢复着大虚空咱个清净。上苍伊爱咱立一条。啊！你才有这条灵魂的灵性可靠，是我今啊这条清净，要来讲甲法界这尊神明，天元开你应天来，道灵回报这条心，开元转咱平静，这是咱凡世间的天性，一粒心啊，你的愿景，咱才有这条清净的天理。真如嘛，如如不动的心嘛，你才会当见到咱原来迄个本样嘛。天元顺来应无异，天理转开上天圆，灵元灵性来到位，转咱高高现世形，做主心中开莲池啊！这是咱清净迄颗池啊！你心若无清净，你这个字呀，伊都无这本真经，现伫你即卖现场脑海，是我用着一条清楚的灵性，带有咱老母这个清净，这是咱法界灵性，生开着咱现主是本性。你讲什么母拢是伫咱遮啦，五母有无？以后咱咧讲啊，讲天上圣母甲三奶夫人有无？要造成咱现主是七秒，嘛是伫咱的心啦。从原始，咱要回到上源头，这个母性，这个母体、母精，拢是对这生出来啊。你要倒回，人人啊，拢一个灵山塔啦。只有伫这个灵下修啦，安尼才是咱真正要爱啊。无你要去倒位啊找，是咱一条。清楚的灵气啦，咱爱行是顺这个天。你讲天有高无？咱无法度去到天顶啦，因为天是一层一层，伊是安尼，搁再顺复倒转来，反复倒转来。这就是咱讲的天性啦。一世人你爱怎这种心灵啦，现咱顺来应无异，行向清界，咱的心。今日要爱是心内底这粒种子的因哦，不是这粒心的种子哦。
即内底有无？咱所有讲的好好果嘛，好果就是有皮，你听我理起来，有肉，听我食的，内底一粒籽，迄粒籽内底的仁，这才是咱要爱哦。啊，大家拢知道，来到这个这粒果就是咱的心果，你会当把这个皮捏起来，啊有这个肉好看，哦，啊肉好食有甜，啊你这粒成果来到这个种子了呢。你无法度输入啊，这种子的人，哦，啊，这才是咱的活种啊，活神就是伫遮啊，有这个壳甲咱包咧，才是永远咱真正受到温暖啊。是咱来知影讲，咱咧拜拜这个用意，是怎要用到这个果来代表咱这个心的完全果？这就是咱讲的天性，咱这粒籽啊，要归于只有老母这个纯正。所以讲，若有一寡这个种物内底有一寡籽物、杂籽物，就较无爱。啊，但是伊嘛是要咱看，咱这个心无爱这个分散，会耽误你即马一生的前途啊。因为你的心一直向外发展有无？到尾啊，你来甲地硬硬有无？就亢龙有无？你爬伤悬，后摩啊，你要搁落音地硬有无？你设一个。啊！你就真正食力啦。所以这种关节啊，你也会当符合现主时，你的时阵食老，咱就食老爱灵魂啊啦。啊，这就是咱要讲的灵性嘛。过去咱四十几岁当少年当勇嘛，即嘛拢六十外岁，我七十岁要到我八十岁啊。啊，你搁咧亲像少年安尼有无？啊，你都要退去幕后啊。啊，少年一直甲带出来，一直介绍。哦，甲咱即嘛所有讲的今日正道，咱这兄弟，咱这修行者，你爱深入落呀，啊无大家拢放放嘛，这条路你要行安怎？啊，我有做就好啊，啊有消息我才会听就好啊，这毋是听啦，一句话交流就是要你成长你家己的智慧啦，你这个心态爱安怎行才是正直的啦。是咱归元这个灵气，是咱道家这个心理，现咱顺着天元神，转过着无形，咱的灵性，咱拢是对无形啊，迄、那个空空迄、那个所在生出来啊，是咱以青天一点性，咱再来悟出现主时的神，天元有道是灵气。爱咱转来是上天，无形现来大道理，教化心中一条灵，这点灵光现会知，传咱复古正神来，恢复通天本性，调回转驾咱的天庭，灵源有无这点气，天山打通元天圆，修来一点合无性，开元转咱。大道行，我来青天为道家，天山无形转灵性，灵机道化满天神，天元有你现出心，转咱归元正法界，道咱清净无形清，人生转体降落明，天元有咱一点气，莲花道咱清圆，咱爱顺了本性。现咱白发青筋，今日一定要翻白。雪山人是白，伊是在伫咱这个雪山，不过大风你闹起来，你就知啊。哦，咱爱的是这条灵性，爱咱转的是天神。我爱有这条无形的法界，咱再来讲显露咱的自在。今日要讲的是天理。写出着好讲，咱的本性安慰咱现主席的心情。好啊！
哎那那吼吼嘿哎哎哎哦哎那嘿嘿吼哎那那呜啊咿耶嘞吼啊咿耶嘞哆啊咿耶嘞吼哦耶嘞嘿嘿哦哦耶嘞嘿嘿哦哎那哎那那吼啊咿呀啦啊啊哦耶嘞嘿吼咿耶嘞哎那那吼啊咿耶嘞。哎呀啊哦啊哎呀哦呀啊哎哎哦哎呀啦哦哎呀啦哎哦哎呀啦哦哎呀啦嘿哎呀啦咿哟咿哩咿呀啊哦啊哎呀哦啊咿耶哩咿哟。哎呀啦哦耶哦耶伊得哦耶哦耶嘞嘿得哦啊啊啊！哎呀啦哦耶嘞啊啊哦耶嘞！哎呀啦哦耶哦耶哎呀耶哦耶嘞伊得耶耶耶哦啊咿呀啦啊哦啊咿耶嘞咯啊啊哦啊！哎呀哦哎哎呀啦哦哎耶嘞哦耶嘞耶哎呀哦哎耶嘞哆啊哦咿耶嘞耶哦哎呀哦哎耶嘞哦耶哎呀哦哎耶嘞呀哦耶啊哦哎耶嘞哦哎呀啦嘿哦耶嘞哎呀哦哎耶嘞哦耶。哎呀哎哎啊哦哎呀啦哦哎呀啊啊哎耶嘞啊啊哦哎耶嘞咯哦哎耶咯哦哎耶嘞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哦哎耶嘞咯哦哎呀啊哦哎耶嘞呀哦哎呀哎呀哦哎耶哦哎呀啊啊哦咿耶嘞咿呵啊啊哦啊咿耶嘞咿呵哎呀咿耶嘞哎哎哦呀啊哦啊咿耶啊哦啊嘿哎呀哦啊哈哦啊咿耶嘞呀哦啊哦呀啊哦哦哎呀耶耶嘿。哎呀哦哎耶嘞咯哦哎呀哎呀哎哎哦耶哦耶啊啊哦哎耶嘞呀哎呀哦哎耶嘞呀哎呀哎呀啊哦啊嘿哎呀那哦哎耶嘞耶哦哎呀哦哎耶嘞哦啊啊哦哎耶嘞哦哎呀啊哦。耶嘞嘿，哦耶哦耶嘿嘞嘿，哦哎耶嘞呀，哦耶哎那，哦哎耶，哦耶哎那，哦哎呀啦，哎那，哦耶啊啊，哦啊啊，哦啊啊啊，哦哎耶嘞咯，哦耶嘞，耶嘞嘞，哦哎耶啊。耶嘞呼，哦耶嘞，哎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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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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